大仙看我给你的私信太多了。别私信，评论，看评论，看评论。为什么可以震出节奏感？太逗了吧！打起了鼓点，我这样关了呀，你们评论一下，评论一下，谢谢大家支持了。等一下，我关一下，这太逗了。啊，可以抽这个抽奖，恭喜这个，恭喜这个抽，这三个字我不认识啊，恭喜你啊。好，再抽一个。评论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啊，你用了 QQ 就用 QQ 评论，你用了这个网易就用网易评论。先好好打野怪，等自己四级再说。完了，他说生日快乐了。吃口药，哎，晕得好。晕得好，请求集合。哎，别，我这是震的我。谢谢。哎呦，我死了呀。真的五万人民币吗？是的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，小可爱。别震我了，别震我了。我要关一下了，我手机也没电了，我手机被震烫死了。评论。啊，关一下通知了，我手机也没电了。谢谢大家。现场放歌。攻速鞋有了，先刷。完了，下路不停的死呀。哎，他这个技能丢歪了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人居然把那个马可波罗杀了。我要把无尽战刃给做出来。可以蹲一手。这没死，这你敢信？他就最后一口气站到了现在，这个英雄实在太变态了吧！这个爆发打他没效果呀，我们这李元芳，
没事，稳一点，别紧张。嗯嗯，3200，2400，经济差的有点多了。完了，防御塔都没了呀。嗯嗯，今天的全家桶发了呀。好，无情三棍直接带走。哇、哦，这一脚踩得好呀，兄弟！他应该想大招再回来，不要过去了，再过去被踩到很不好。我们把暴君给抢了，来吧，打暴君。我这波没逞，但打的也挺快的。嗯嗯，好，我有无尽战刃了，后面补电刀，电刀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用的。我救他吧。哎，我这大他的时候，他进了个草，我就锤不到他了，我服了，有点尬。3900、4500，好像还行，我们这个中路挺会玩的。什么？往前冲。他这个反伤甲已经做、哦、不不这个护甲已经做起来了，就有点难打了。哇，这人这么猛的吗？真是各种精准预判。有个残的。不急，一个买装备，一技能，等他大招回两个，哎，拿这个先知主宰就好了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就是你猴子发育的好的话，一般玩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你看到没？就几棍敲下去，别人还是招不住的，帮他推上路了，就不撤退了。嗯，哎，他为什么会到脸上来啊？鬼谷子在哪？鬼谷子没来，我们去再刷刷野怪。你这个只要按得快就行了。我觉得我之前玩这个猴子想的太多了，你其实按得快，早点把输出打出来就完事了，好吗？嗯，后面去要做一个小吸血了，不然吸血有点吸不上来。嗯，棍法敲得快，一般没什么问题，你就不用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，你反正技能肯定能挡得到的。他过来打我了，我要做一个小吸血，后面补个碎星锤，人有点多。嗯，你像这种，就是他看到你的情况下，你就不要上了，感觉意义并不是很大。好，你看这个棍敲得很快，一二技能直接连上去，然后他稍微补一点伤害，这人必死了。走，不急，补个碎星锤，不慌。哎，我这个备战有问题啊，我每次改的我好累啊。蓝 buff 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蓝 buff 不在了。
要补破甲了，不然有点敲不动。哎，可惜。哈哈。啊，回血去，不着急。等摇过来。哎。我这个药是啊，不这个药是真的讨厌，我服了这个药，他那个最后几秒钟他硬是能活生生撑下来呀，比较变态。灵性走位了，他等大招急死了。好，有大招了，我感觉他要双杀了，跳 A 二技能可以，他双杀了，起飞了，他下个一技能这个人就死了。好，我们程咬金翱翔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会玩，走起。哎，今天怎么都是说我好话的呀，居然还有人说哎操作可以，我都死成这个样了还操作可以。来来来，直接把主宰给拿了。啊，这不拿了吧，感觉拿的有点慢，装备不是很好，追不到，我也顺心锤了。大仙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啊！我怎么感觉我敲不到人呢？好的，这个人我敲不死他呀，他有防御装。这是名刀吗？哎呀，他是名刀吧，这最后一棍没敲死他也是怪怪的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感谢啊，恭喜这个我是一，难道是小虎牙？哦，我是一个大妖怪，恭喜你中奖了！恭喜这个我是一个大妖怪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再抽一个，再抽一个。刚才一直聊天，没有好好抽，抽抽抽抽抽。为什么出电刀？不，你一定要出电刀，你出电刀那个操作速度会快一点，因为他那个普通攻击是吧，你看他这个普攻啊，跟那个就是你攻速你会落棒更快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落棒更快，你操作空间越大。哇，真的是全部敲惨了，这人就不能走一个吗？我这为什么不出气血之刃呢？哦，不应该出气血之刃的，我应该把这个升级了就好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全部敲残了也没人死的？还行还行，暴力推塔，他一拉没有用，拉了几个没拉到，一推推开了，直接炸，把他兄弟也要炸死了，踩了一脚直接踩死了，这边坐了一屁股，什么都没做到。大仙可以出隐刃吗？可以。但我们一般出到这个装备的时候游戏就应该结束了，不然往后拖那个肉起来了还是有点不好打的，你知道吧。难道可以一波？好，一波不了，这人有复活甲，应该是能挡住这一波的。踩了一脚 A 了一下，可以，我们这个兄弟是会玩的。起来起来起来，走位走位，一手一技能拆塔拆塔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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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塔
电塔，谢谢。嗯嗯嗯嗯，啊，队友挺强，新歌好听啊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嗯嗯嗯，中奖刷宝藏图，别别别，中奖了留着就好了，好吧，留着随便买手机或者这样那的。好 ，OK， 点赞。猴子，猴子，我还是喜欢建议大家出电刀啊！你出电刀，一秒钟 1.5 秒吧，顶多 1.5 秒可以把三棍全部打出来。你只要有这种坚决的手速，这个决心就好了。我之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太想去点那个头像攻击了，后来我发现真的没有必要。你早点把这三棍敲出来，别人就一定爆炸。我之前就是想七想八，我想跳棍敲到他，敲到核心 C 位，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必要。你真的是，你敲得够快就能解决战斗，就这么个逻辑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